被告是依旧没有到庭。判决结果是得到我们两点四分之一：第一是被告在遗产范围、继承范围之内，让我支付维修款项16704元；第二是不让诉讼费由被告承担。判决书生效在十日之内，然后向我支付这个款项。更多视频，请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。